的新造船，他去做什么？是啊，他就东船的新造的船，他去试航，试航，他要试航，啊，坐船，啊，坐船，旧船，旧船，或者是他去维修完掉、啊？没有维修。没有维修了，那他怎么会空船呢？他会撞空船啊？一般就是新的船在到船长完以后，他就会去做空船的事啊。不过看起来样子不像新的，旧船啊。哦，他掉航线了，换航线了，他前面要跑美东了。他这个也没有上万，这个就大概8000-8900。有升级，有升级，九万9500啊？他有升级啊？有升级啊？他有的最终升级是8500，他的那个他的船长要有，他不会让他那个船长，他底下那个。他这样子几台？这样子他就是20，一般这个大概是22排、23排，这是巴拿马型的，这是巴拿马型，就过去是运河的。我只知道他很久没有来，他大概是9月吧。这一般大概他的。这边是海岸边哦。船尾的在白帽子的穿红衣服的，穿衣服的这是船尾，你看尾巴就是船尾是什么？刚刚爷爷跟你讲，船头大副，船尾二副，二副在船尾，你看那船尾，船长跟三副在驾驶台，你看后面有拖船，后面拖船在后面在拔底到码头上。超过10000以上的船呢，大概就要两个拖船去，一个顶一个推。当然1万吨以下的大概一个拖船就好了，1万以上的就要两个拖船。它这个就代表说船进来，船进港。啊，这叫做出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高雄港，高雄港，这叫做二港。那你看没有来，你看没有是什么？没船，没船进来啦，也没出去啦，下班啦。他们下班。他说那是 I 啊，不是 E 啊。对了 ，I 了 ，I 了。I 了，下班了。I 跟 E， 我跟他讲说，小孩子要比零跟一。哦。好，我们再去吃饭去了。